嗯，完了去读书，忘记拿书包了。你们两个要不要这么浪漫呢？你说不应该是我吗？你想多了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出发。去读书。兄弟们，我要去上教师节了啊！别看后面还真有点像那个初中生，像不像？再请教好好听老师的话哦。像不像那个学生？最讨厌你们这些抽烟的人。是吧？嗯。还跟我说比赛戒烟。小表弟始终没忍住。是吧？他失败了是吧？我跟你讲戒烟，我也毅力是不行的，我都戒了一年多，都来来回回。去读书了。干啥呢？你是干什么？大家好，藏了一个小秘密，就不告诉他们，放在那里那么多天，他们都不会试。大家怎么开的？欢迎使用蓝牙音箱。你看看那蓝牙怎么接啊？这个好。蓝牙已准备好，正在等待连接。好，等我啊，蓝牙准备好啊。嗯。哪个是他的？哎，都不显示出来，哪个是他？一七一八七二，看这个是什么哈？一一八七二。蓝牙已配对成功。蓝牙已配对成功。唱歌啊！这么吵的。买住我，深深纪念当天你的天使。这个音质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啊。啊，捞他！有很响啊！好牛掰啊！这个牛掰啊！喂，这混的有点。喂，那这个没有混响，这个可以做导游喇叭，挂在胸口那里。来，欢迎来到封建大院啊！好。喂，那个声音怎么加大呢？喂，那这个声音怎么加大的？哦，麦克风音量。喂。Hello。把这个灯开起来，这个灯是在哪里的？我没晓得，你找一下那个灯。这个掌声是我这里来的吗？不是，就是那里的。哎，有了。哎呦。无法留住你，点点的欢笑，此刻此刻去再仍地留下我，在风中哭泣眼睛都闭了，昨日的爱情。
以前是那种手持的那种啊，不，给丈母娘的那种是手持的，然后现在，哎呀，我的天，他妈动的，开关灯是这个啊，上一曲，下一曲，这个是开关灯，一直按吗？哎，是这个啊，这个是开灯，可以哦，这个。就是送给他，对老人还可以哦，后面还可以加麦克风，插 USB， 哦，立体声，功能还挺强大哦。我不知道多少钱呢？我来问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给大妈去跳广场舞也是可以的啊、哦。马上就把那个广场给占领了，带上那个去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杰，你们都给我闪开啊！现在要占领这个地方，高低别，你们惹我，我头发已经是蓝了。不是啊，这个何氏他住柳州啊，何氏他出去就在楼下开直播来着。楼下开直播是吧？你们这样子不行的嘛。带上小波波和小油菇又适合了。这个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。大哥看一下这个几毛钱。往前的老汉哦，我觉得生活嘛，就是有点娱乐的东西。但是你说这个，这个、娱乐的东西嘛，它要得有情调，是吧？这个开关灯，嗯，好，我要去读书去了啊。有喜欢这个音响的朋友们吗？如果有我就卖了，我跟大家讲了不，我要卖的不。如果有喜欢我就卖它了不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多少钱啊。也是朋友拿过来叫我试一下的。这个确实是个好东西，适合小学生或者是老人家。你看，就像我这么年轻的是吧？十八岁的小伙子，你看我这十八岁的小伙，何杰，你这样子看我是几个意思？你这笑我是几个意思？他实在忍不住，还是笑了。要听老师的话，不然不带你出来玩了不？拿去，放回去。调皮文呢，调皮文。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先，我去交差把这个试了，我把这个试了，然后跟他们讲一下这个东西的那个利与弊，到时候看一下。有喜欢这款的可以在咱们的评论区留言一下，看一下，到时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拜拜，走了。